大家好，今天做部分几集料1.5kg 无花果汤1杯柠檬汁1/2杯水果粉1/2包柑橘4个罐子1个碗1个老豆1只腰1只脚1只热乎1只温度对一部消掉水分多罐子哦弄加170度还一三烧罐子会烧最水的所以好放下弄哦10分钟罐子开也要烧掉水分对一部做不会几十水好不会过做掉不会过的材面做掉后面配倒了爱白料还是买我喜欢白料会加到好水哦哦，不会过100碗哦。倒汤，倒柠檬汁，倒水果粉。是衣服，是好，火可以加大，我帮伊滚6分钟，也可以帮伊滚到105度。记得加来加去，麦克伊，我下摆对着许个汁，个料汁变做高高，火就可以加过。把不会果汁倒起罐子，撒布明作呢，不会汁倒奶车去吃，但呢上爱留6个月就要做对撒布，会加多，会下面。放一条毛，中间白白，放罐子入水，水着5.5cm的米罐子乖，碗内卡水就着换做介大碗，可以滚10分钟。好，先得。